如果有百二岁命，你嘅人生会系点？唔通真系可以六代同堂？一生一世嘅承诺，用一个世纪去证明，会唔会打石膏多过买牙膏咧？讲笑啫。十七岁班队友，七十岁仲可以齐上齐落。科学家话，活到百二岁再唔系一件难事。想做咩？做到啲咩？唔止由你决定，更加由你嘅健康去决定。源自加拿大永明金融。